太可爱了啦，好想要亲抱你哦。怎么可以这么可爱啦，你家可爱哦，可爱哦。好可爱哦，蜜酱！我看他牙齿了，好可爱哦，可爱哦，蜜酱，妈妈的宝贝，妈妈的小宝贝，要健康长大哦，好不好？欸，你自己跑进去睡的呢，怎么那么可爱？那你不要来好不好？跟他说我跟你一起睡，好久没有来了。你说凌晨哦？所以昨天晚上，昨天大家出去，他真的很那个嘞吼。没有没有，他可能出去然后。整个味道啊，他就一直闻，一直闻，他就很累啦。那这样不错哦。你等一下我们可以带他出去啊。就是如果想要让他半夜睡觉的话，就带他出去闻味道。我刚刚在用荧幕录制网。